好，陈冠宇再次登场了，昨天他也有登板投球，今年的 ERA 目前 4.15。 昨天陈冠宇是投了 1.2 局无失分，用了24球。好，一上来面对的首名打者是蓝盈伦，蓝盈伦今天2-2，打击率从赛前的不到20%啊，爬升到20.61%，这球顶高了，被接杀，这个球可惜了，然后这个球路点高了啊、哦！那是有点突如其来的，点飞了。点出去自己也知道很不妙，就还是想低调。这个球扛到右半边。距离不够，遭到陈晨蔚的接杀，王柏荣跑了几步退回去，打得很强劲。低角度的好球，表三坏，折球哇也是够刁了，满球数，拐角球，结果主审认定应该是出棒了，所以洪伟汉是吞下了三振。6局的下半，台钢雄鹰相当可惜，留下2出局的满垒残垒，目前还是2-1，暂时领先1分。